你怎么来啦？虎哥，你不是感冒了吗？怎么没穿衣服呀？哦，我刚刚洗完澡呢，不知道是你，我穿了裤子的。你先去把衣服穿上吧。你先进来，你先进来。你怎么下来的？我骑电瓶车下来的。那么冷的天儿，你骑电瓶车下来？你看你耳朵都冻红了。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？没关系的，福哥，我知道你感冒了，没人照顾你，我就给你带了一点东西下来。你大老远的就为了给我带东西来？那你先进去坐，你把那个东西放在桌子上。你等我一下啊。你在看什么？不是在偷看我吧？没有，福哥，啊？你这酒店怎么还有客厅呀？你刚刚就是在偷看我，我没有，快点过来喝热吃。吃什么呀？我给你炖了一锅鸡汤。鸡汤？哪来的鸡啊？我家的呀。你家不是只有那只公鸡了吗？你把它炖了？对呀。你怎么能把它炖了？你不是感冒了吗？我想给你补补身体。炖了就炖了吧，不吃可惜了，那就吃吧。加了菌汤包在里面，还加了菌汤包呀？对呀。看着都想吃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你手怎么那么冰啊？没事，富哥，我不冷，那你先喝吧。你先喝。我不喝，我专门给你炖的。这碗你喝，喝完告诉我好不好喝，我再喝。那我喝完了，很好的喝的，我再给你盛一碗。身子暖和点没？行，够了，够了。来尝一下咱们小金子的手艺，好不好？金子，你跟我来。你跟我来呀。可以喝茶呀。你把眼睛闭上。闭眼睛干嘛？把眼睛闭上。你看什么？你闭上。富哥，来给你的。刚刚没事啊，来拿着。这是什么呀？你打开看看。围脖。围脖。来，我给你戴上。你把眼睛闭上。我来。太漂亮了，金子啊！不够，我先走了。你走，你去哪里啊？金子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？你金子，你还有东西没拿呢？吓我一跳！金子，你跟我说有急事找我，怎么了？不够，你吃饭没？我做饭给你吃吧。我吃了的，你快说怎么了？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什么忙？我能帮的我一定帮你。是不是钱不够呀？还要多少？不是，福哥，是这样子的，我认识了一个男生，然后我很喜欢他，所以想带他去看雪。什么？你有喜欢的男生了？什么时候认识的？认识多久了？认识很久了。金子啊，我一直以为你没有喜欢的人。福哥，你可不可以帮帮我呀？看雪你带他去呀，你跟我说干什么呀？我想先给他买一个雪地靴，然后我没有给男生买过鞋子，所以你可不可以帮我去选一双呀？啊？你就帮帮我嘛，你对我那么好，你肯定愿意帮我的，对不对？金子，你自己去买吧，我先走了。我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男生，我真不知道给他选什么样子的。你就跟我一起去选一双嘛，好不好？
求求你了。好吧，我就帮你最后一次。那谢谢你啊，胡总，我去拿件外套，等一下。我外面等你。胡哥，胡哥，外面好冷，你把大衣穿上吧。不用，不冷，上车吧。你还是坐在后面吧。啊，哥，就这儿吧，这儿鞋子应该还挺好看的，走进去吧。你为什么不让他自己来试吗？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啊。进去吧。他穿多大的？雪地靴应该不用看码数的，你能穿的话，他应该也可以穿。老板，你推荐一双吧，我也不懂，我穿了39的。不跟你试呀。说好看就这双呗。怎么了，胡哥？你好像不开心啊？没有，就给他选这双。嗯，行，我觉得穿着挺好看的。老板，这双多少钱啊？200。哥，我钱好像没带够，可不可以借我一点呀？你没钱还想给别人买东西啊？算了，我付吧。谢谢你啊，胡哥。来，老板，我扫给你。算我借你的，胡哥。啊？算我借你的，到时候还你。你上车干嘛？去看谁啊？你不会还要我送你去吧？对呀。你过分了，金子。你让我帮你挑鞋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，这已经是最后一次帮你了。那现在穿还是等一下再穿？金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呀，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要带一个我很喜欢的男生去看雪吗？你说的是我？对呀，除了你以外还有能有谁呀？你个小丫头还学会逗我了呀。哎呀，富哥，如果我说我要给你买鞋子，你会让我买吗？我鞋多得很呀，不用买。那就对了呀，你肯定不会让我给你买的，所以我才用这种方式呀。你真的是，你这都从哪儿学的呀？我这学的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学点好的吧。走吧，富哥，出发。黄梅风作伴梦作马，君啊迎啊最热烈的年华。你啊携那风月海峡，一路坎坷总要去经历它。我们翻过山与晚霞，去寻无人知晓的花。金钻，你等等我呀。哇，富哥怎么样，是不是特别漂亮？漂亮。我要跟你看今年的第一场雪，分享我的心动。能和你一起看雪是我的荣幸。没有，应该是我的荣幸。咋啊？我期待的不是雪，而是有你的冬天。是不是那首歌叫我期待的不是雪，而是有你的冬天？我期待的不是雪，而是有你的冬天。我期待的不是雨，而是和你的雨。干嘛？哎呦！你干嘛呀？你看，又下雪了，富哥。啊！这哪里是下雪呀？他朝若是同淋雪，此生也算共白头啊！你别打我呀！富哥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还人工呼吸，还有救！哎呀，讨厌！